他是中国的运动员啊，在这次运动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啊，他们一个男单人滑的冠军，还有我们这个男子单人滑的铜牌啊，这个他们是一个突破，我们感到也很自豪。 未来的许多冠军在上阵。2022年的这个北京冬奥会将对这个中国的冰雪运动有一个大的提高速度，我们愿以此为契机啊，推动中分的冰雪运动方面的合作上一个新的水平。我们也欢迎你们优秀的运动员参加啊北京冬奥会。